姐。哈哈哈哈，叫你大领导一声，叫你要大头了，我大。你去约就好，你要去就好啊，你嫌头那么大就我来。你嘛爱叫伊控制一下哦。啊，较卖碎了，我袂晓大。哈哈哈哈，用舔的就好了。妈妈说，妈妈有教过，不可以用吸的哦。知道吗？好的，非常感谢呢，我们的蕾蕾女神给我们带来最精彩的钢管秀的节目哈。